郭家麒議員。主席，你本身呢就是行管會的成員來的，但今次呢 37A 呢，其實我呢就有很多的新的動議呢就在做緊，但今天呢我的助理呢就因為你的安排呢有很多呢就基本上是回不到來，這一樣東西呢其實基本上影響了財委會的運作。作為主席為何可以容許這一樣東西發生？因為事實上在這個財委會裡面呢，我們現在仲在這裡處理緊有關於這個東北發展，亦都是在我們很多的職員裡面呢，他是在這裡找緊一些新的文件。還有啊，陳茂波亦都是答應了你和我們議員和村民是見面的，就這個發展呢，我們亦都是現在找緊發展局究竟呢他是怎樣是同那些村民去會見。這一樣東西亦都影響了今天的議程。今天的安排呢，你作為行管會其中一個成員這樣去做的話呢，是癱瘓了我們作為財委會委員的工作。我對你呢這個做法表示極大 的遺憾。但是這樣呢，今日如果你真的要處理37，你是極不公道，因為有很多的職員是嚟唔到呢係工作。我自己嘅寫字樓入面呢都有啲職員呢係原本要處理 37A 嘅。清楚清楚。咁但係而家係做唔到。咁主席，我覺得我哋應該傾返呢就係馮劍基議員呢一個做法。有新嘅發展，亦都喺立法會入面呢係冇法子進行我哋嘅職務，我哋需要終止呢個會議。好，下一位係何